今天 Google 小姐请假，由本人配音。顶着强烈的东北季风，在大渡溪口，这个冬候鸟黑腹冰玉正快速寻找着它的食物。在寻找食物的过程被我发现，把它拍下来。我是在想象住在那潮间带的招潮蟹们，耳朵应该都是听到这个声音。还好潮间带的招潮蟹们不会抗议，要不然这些冬候鸟就要被开单了。